坐吧，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测试。嗯，好。以前做过这个吗？嗯，没有。啊，把脸放在这个上面。好。嗯，不要动啊。 马上，好了。啊，天哪！嗯，哇，看起来很严重啊。还可以。这都是斑吗？这些？差不多吧。天哪，我怎么平时见不着他们呀？嗯，是，我们这边请。完了完了完了！我天哪！坐。嗯，请坐。天哪，我这看起来好严重的样子啊！我还有救吗？ 准确的说，各种问题都有啊，比如说你喜欢熬夜啊，对对对，还平时不太注重防晒，啊，是是是，这些都是肌肤老化的原因之一啊，还有一些皱纹，比如抬头纹、川字纹、鼻根纹，还有法令纹，还有一些肤质性黑头，包括一些脸上的斑点，但都没有关系，非常适合我们新产品的测试啊。你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啊，有一个问题，嗯。 这照片一会儿会删了的吧？嗯嗯，当然。我参加你们这个测试，就是能解决我的问题吗？可以，改善。哦，好，好，好。还有问题？哎，还有问题。嗯，这个测试要多长时间啊？4个小时。4个小时，现在几点了？2点。2点。哎，不行不行，能快点吗？2个小时可以吗？ 我解决一半的问题就可以了。你好，我是报名参加皮肤测试的365号志愿者。那这是我的报名表。那你是？我是假的。